今天这讲我们讲满汉共治之帝后篇。清代的皇族呢，总体上来说是名目繁多的，特别是这个皇族的女眷。我们做个大概的分类啊，有皇后、皇太后、贵妃、妃、嫔，然后有皇子、庆王和郡王的福晋。贝勒、贝子、郑国公、辅国公、郑国将军和辅国将军的夫人，以及奉国将军的庶人和奉恩将军的宫人等等，这些都是清代的皇族的这个妇女。其中固伦公主啊，就是指皇后所生的女儿，叫固伦公主。和硕公主是嫔妃所生之女，郡主是庆王的女儿，郡君是庆王的侧妃所生的女儿，献主是郡王女，献君是侧妃所生之女，郡君是贝勒女，襄君贝勒侧福晋所生之女等等。异姓的有公名、侯、伯、子、一品至九品的夫人。清代的贵族妇女冠服的式样大体男子相同，唯有冠饰略有溢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清代贵族妇女啊，皇族妇女的这个服装，第一个是朝服，它由朝冠、朝袍、朝褂和朝裙以及朝珠组成。朝服呢是以明黄色缎子制成，分冬夏两类，冬季另加貂缘。朝服的基本款式是由披领、裤肩和袍身组成。朝褂是穿在朝服之外的服饰，其式样呢为对襟、无领、无袖、形似背心，前面也绣有龙云及八宝瓶水等纹样。朝冠啊，皇后、皇太后等嫔妃用的朝冠，冬天呢是用熏貂，夏用青绒，上缀红色帽尾，啊，顶部分三层，叠三层金凤，金凤之间各冠东珠一颗，帽尾上有金凤和宝珠，冠后是金蝶一只，蝶尾是五行珍珠。朝冠上面啊，一共有320颗啊，品质非常好的珍珠。每行呢另行青金石、东珠等宝石，末端呢还要缀有珊瑚。朝裙穿在外褂之内，啊，开叉袍之外，在朝贺及祭祀时穿用。皇太后、皇后之冬朝裙，用片金加海龙圆，上用红织金绶制缎，下行青行龙装缎，皆正服有碧玑。啊，夏朝裙片金圆，缎纱随用，鱼如冬，其下至皇太子妃皆同。朝珠啊，皇太后、皇后朝珠用三盘，条用明黄色，其下则为金黄色及石青色条。这个朝珠呢，其实在清代呢，皇后啊、后妃可以用，皇帝以及其他的皇室成员
以及补服所穿的各个品级的官员都是用朝珠的，因为它也是进行等级啊等级阶位的区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饰品和手段。清代帝后啊王公大臣及文官五品五官四品以上的这个官位啊穿朝服则和吉服时都要佩戴朝珠，挂在颈上垂以胸前。朝珠呢原是佛教束珠的发展，清代皇帝祖先啊奉行佛教，梵文称满珠为曼珠的转音。佛教徒对清朝皇帝有曼珠司隶大皇帝之称，曼珠司隶就是文殊菩萨。朝珠每盘由108颗圆珠串成，一盘圆珠分属四份啊，份间加不同子弟，大圆珠一颗叫做佛头，其中一佛头缀葫芦形佛塔，冠与背云垂与背，在朝珠两侧另有三串十颗小珠，左二串右一串，名为纪念。接下来我们讲这个龙卦啊，龙卦四样为圆领，对经左右开气啊，修短平直的长袍。龙卦只能为皇后皇太后啊皇贵妃贵妃妃嫔服用。吉服卦式样与龙卦相同，圆领对襟左右开气，袖口平直长袍，为宫夫人郡主至三品夫人所穿着。长服满族贵族妇女服饰基本相同啊，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的花边。头饰清帝后啊在重大的礼仪活动的时候都是要戴冠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则以梳头为主。满族妇女的头饰是很有特色的，与汉族妇女啊大不相同。旧经所记云啊，旗下服装梳发为梳平髻约一字头，又约两把头，大则装珠翠为饰又约垫子。这种髻饰呢是在头顶后左右梳二平髻，一落横二角于后，其形制呢很像一把如意啊顶在他的脑袋的后面，所以呢他也叫如意头。因其二髻间啊插以双架成双脚，所以又叫架子头，望之如一，所以也称一字头。晚清到了慈禧啊又制作了新的髻饰，比前代呢尤为高大，满族贵妇们纷纷效仿。这个头饰呢在晚清的时候比较多见啊，它的名字叫大拉翅啊，叫大拉翅。另外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满族的鞋子啊，满族妇女呢跟汉族妇女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们呢是游牧民族啊，崇尚天性，所以当汉族妇女都在缠脚的时候，满族妇女基本是以天竺为主。满族妇女的鞋子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的底极高，就是鞋底极高，普通的高度呢一般在一寸多或两寸间，后来呢又增至4到5寸，其底啊上宽下圆，形似花盆啊，所以呢这个鞋子呢有一种俗称叫花盆底啊，它的底呢是以木为质，踏在地上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踏印啊如马蹄，所以也有一种名称呢叫马蹄底。满族妇女呢一般在13、14岁的时候才开始穿这种鞋子，穿上这个鞋子呢有助于啊增高她的体态啊，使她的身高增高，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女性穿的高跟鞋。另外呢在穿这种鞋子的时候，她行走的时候啊就是她能体现出女性婀娜的体姿。总结啊，由于前有服制的十从十不从之规定啊，清代妇女的服饰分为满族和汉族服饰两大类，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我们在前面一讲已经有讲过了。满族妇女呢穿不分衣裳的长袍，而汉族妇女呢则以
则以上衣下裙为主啊。自中后期确实有互相效仿者啊，有互相效仿者，如嘉庆十一年遇有唐各旗满族蒙古秀女，内有衣袖宽大，一经查出，其父兄子民参奏治罪。至二十二年又遇自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裕度，竟以汉人妇女衣袖相似，此分见不可展。后期啊，则效仿者尤甚，有大半旗装改为汉装，宫袍结作短衣长，这都是满族妇女效仿汉族妇女服饰的情形。至此，满汉族妇女之效仿满族者，在后期亦有之，其中以达官贵人和城市中喜欢时尚者为上之，就是说双方两个不同民族的妇女在后期互相效仿对方民族的这个服饰的穿着，其实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流行和时尚的行为。所以呢，它也仅流行于那种达官贵人啊，或者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城市妇女，她们都是一些时尚的先行者，所以她们会彼此的效仿不同民族之间的穿着。谢谢大家，我们这讲就讲到这。